哎呀，风景是这边独好啊！哎，这些警察是骑着自行车的，看着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哎呀，这边是一些，这是什么车呢？巴士，这应该是巴士，前面这个二号线。我觉得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楼啊，盖的是确实是很有特色。哎呀，这个环境确实是很适宜人类居住啊。我说实话，我这个人呢，对于这个自然风光和这个……哎呀，这个车过来了，我还走不了，等他一会儿吧。我这个人对于自然风光和人文呢，人文建筑都有强烈的这种兴趣啊，因为我曾经也修过 British Architecture， 这个英国建筑这么一门课，还有英国的油画。然后呢，在这些课当中呢，基本上我会，哎呀，感冒了 ，sorry。在这些课当中呢，我基本上会把这个一些主要的建筑模式啊都学习一遍。上这个像这种风格的这种建筑呢，我觉得有点这个巴洛克的那种感觉啊，拿不太准。因为这个欧洲中世纪啊，它是一个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代，可以说这个很多这个东西都没有出来，而是过了这个黑暗时代之后才是启蒙时代，启蒙运动。所以在这个时期呢，很多建筑风格呢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哎，这是公交。